你身体还是好的，真的。我习惯了。嗯，还投着他，还走这么远的路。哎呀，我还是送着家里来参加一些锻炼的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他，啊，走着多舒服啊！哎呀，多好玩呐！啊，这石头还是土？土啊，干那个土啊。这么像石头，踢都踢不烂。吴昕啊，把它抱到草地上去，别让它抓这个土。看，砸不砸不烂？来了，看它又来了。地上有羊屎啊，别让它抓羊屎。